安是女王。你怎么着？你是这样每我的每一个作品下面都有你的评论，要么就是啊我爱你。我身后这个是奥迪 A 七，奥迪 A 七的 SPB 版本，欢迎良夜，和谐家园是啥呀？我身后这个是 A 七的 SPB 版本，然后但是这台车已经卖出去了啊，这台车它已经卖出去了，你们可以看到上面贴了一张纸，写着此车已售，就我开播之前这个车刚卖出去。谢谢上天的关注。换车吧，这个车要开走了。嗯，应该是我下播之后，下播之后这个车就要换车了，就不知道换成什么型号的了。为什么要偷偷看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可以不偷偷看，可以把你的朋友全都拉过来一起看。坐着不行，谢谢黄送的玫瑰花。卖出去后，对，是的。卖出去之后，这里会停一辆新的展车，会停一辆新的展车。欢迎天涯共此时。换白色的 A 四，那个白色 A 四也卖出去了，然后换了一台灰色的啊，灰色的 A 四在那儿，但是跟我今天这个衣服有点不太搭，就没过去播。最近这两周好像都是在这个机位播的，因为这个机位的光线是最好的，这个机位光线是最好的。刚好就是我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反正就是不逆光。奥迪 A3 高配多少钱？阿辉，奥迪 A3 高配多少钱？我这两个副播 ACL 现在优惠多少了？我的天，你不是应该比我了解吗？高配高配多少多少？我听不清。哦，16，16，裸车价格啊，我们说的是裸车价格。阿辉，具体的落地价格可以点击小风车啊，我们小风车里面可以了解低价。小风车点开之后有个我的照片，然后这个就是小风车。购车城市你们要选择北京才行，购车城市选北京，你们才能知道我们家的报价。换车照样在这个机位播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他旅游去了是吧？了解不到一手行情。我说的行情就是他说的，就是他说的行情。买车你可以坐副驾驶吗？你先买。欢迎迷人的狗狗。我们小风车里可以了解低价，小风车里问价格的朋友们，主播下播之后会给大家回复价格的。你们购车城市一定要选北京啊，选北京才能知道是我们家的报价，不然就自动分配到你们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了，就没办法知道我们家的这个价格了啊。咱们所有的北京购车能上京牌吗？北京购车，北京好多人都摇不到号呢，你说呢？脚累了吗？还行还行。谢谢关注，我们喜欢安安的话可以点点关注。咱们再过几分钟给大家发那个福袋，给大家发福袋，还差20个人，我们还差直播间还差20几个人，咱们就能给大家开出来100块钱的现金红包了啊！我们人数到66的时候啊，人数到66的时候，这个数字是我自己想的，我自己想了，就是咱们图个那个啥，图个好运。不到晚上8点，谁想累死我吧？谢谢夸奖。谢谢喵喵的点赞。什么什么什么说啥呢？我看看前天那个背裙子挑最哪个呀？哦，就那个呀，那个是我是在那练习呢，然后我们那个副播他不是本来要给我拍视频吗？吧一开始我们要拍正面的，然后我就搁那练练练，结果就给我拍下来。我寻思要不就发这个吧，因为我觉得那个，哎，我卡了，那我估计直播间也卡了吧？啊，没卡，什么情况？但是有点糊。我一看那个背面跳比正面好看，我就发那个了。结果没想到，就是说。真服了，那你慢点点呀，慢点点，别着急啊，咱们就是说又不是立马就那个啥，又不是播这一小会儿。
刚刚卡了一下是吧？那估计就是，因为我刚刚手机也卡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赶紧加个灯牌吧，淘淘。加个灯牌。现在还卡吗？现在不卡了吧？我回来了。还卡不？不卡了可以扣个一啊，不卡了给我扣个一，让我看一下。我身后是，我刚刚跟你说了阿辉，是 A7 的 SPB 版本 ，A7 的轿跑版本。它的一个版本，它就是 A7 的轿跑啊，然后是个四五高配的，官方指导价格是62，我们现在裸车价格是53，但是我身后这台车已经卖出去了，我身后这个 A7 已经卖出去了，然后我们店应该是还有两台库存啊，应该还有两台。好家伙，那个用户404470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你卡了，怎么扣了一大串，什么情况？欢迎失眠小程，大家下午好，咱们还差20个人，还差20个人啊，差20个人就给大家把那个100块钱现金红包给发出来。从我车这儿走开。你买的呀，原来是你呀，哦，那真的是，来让我看你是哪儿的。谢谢不再送的粉丝灯牌，哎，这个是啥灯牌？哦哦哦，我都快傻了，我真的是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奥迪汽车直播间，我是奥之旅的主播，我叫安。咱们今天直播间人数就是有个福利啊，人数上到66的时候，给大家发100块钱的现金红包。咱们是现在是43个人，现在43个人，还差20几个人，还差20几个人。谢谢喵喵的点赞，我是银耳奥迪吗？你说我是，我就是。